Hello，大家好。耶，刚换好睡衣，没什么事儿，今天都不会出门，也不会干嘛，养奸吧。嗯哼，那当然啦。是的，今天就是这么早。我不会 rap，我会闽南语，假了三斤嗨你，我要给他表演一个好运来，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这样。好适合适的睡衣，那可不，那必须的，毕竟，哼，谢谢。刚刚不知道是谁送的东西是吧？是我，我的耳朵，在这里。找到了，哇哦，杰出句句，你第二眼看到也可以是布丁狗睡衣，因为它就是布丁狗睡衣。谢谢小风宝的荧光棒，谢谢什么名字的荧光棒？对，我今天状态不丁狗，拍了生写，拍了新的头像，咱们就是一个新头像。我腮红呢？什么睫毛膏？找不着腮红，健康吧？我也觉得很健康。我不知道啊，没说呢，没说我去干嘛，暂时还不知道，暂时还不知道啊，这不还没排练呢吗？很阳间很突然，对的。没错的，你没有看错。谢谢发烧的奶茶，宝宝还没吃晚饭呢，吃了午饭。读错了。还没吃。谢谢一鱼鱼的玫瑰花，最近好多这样的名字哦。好多这样的名字，谢谢非洲芭比的荧光棒，谢谢留在 X 世界的玫瑰花，谢谢一鱼鱼的巧克力，谢谢别人话无听的奶茶，谢谢一鱼鱼的巧克力。谢谢咕噜嘟嘟的玫瑰花儿。是的，今天很早。谢谢小捏宝的蹦迪。吃播就是，我今天跟壮壮说好，谢谢小捏宝的荧光海。我们今天说好，说房间有什么吃的就吃什么。一会儿看一下我有什么泡面。谢谢亘古谢谦，谢谢 Dear You，搁这搞诈骗是吧？送了一个皇冠，你自己看看假不假？特效都没。谢谢叽叽呱呱的玫瑰花，谢谢仔仔好想睡大觉的蹦迪，你自己看看假不假呢？受不了一点。
你说你骗，你假装送，假装个玫瑰花啊、巧克力啊什么的，人都能理解啥的。你这个皇冠有点离谱了哈，现在还隔着星光之翼呢。谢谢一见的玫瑰花，啥也没有啊这。今天的后缀，谢谢一隅的巧克力。对，别把自己给骗了。不是啊，那个颜色都不一样，礼物的颜色是蓝色的。字儿都会变成蓝色的，笨蛋！哪来的诈骗集团？这很明显是假的。谢谢09的巧克力，而且那个后面有钻石，好吧？今天什么后缀？谢谢马斯托的巧克力，就像礼物右上角那边有个小钻石。谢谢小易同学的蹦迪。今天什么好呢？谢谢椰汁糕的巧克力。今天什么好呢？今天谢谢蚂蚁的蹦迪。昨天亏了，为什么亏了？哦，昨天说的老婆，OK，没问题。今天后缀，我打个。OK，按不住。因为昨天说了是吧？谢谢犬厨老婆的蹦迪，谢谢不过来呀、啊，家人们，谢谢小将老婆，谢谢易经老婆，谢谢椰汁糕老婆，谢谢蚂蚁老婆，谢谢枕头乐老婆，谢谢留在世界老婆，谢谢白菜鸭老婆的高级马克龙，谢谢谢天一老婆，谢谢易经老婆。谢谢，等一下啊！谢谢仔仔，好想睡大觉，老婆的蹦迪，谢谢叽叽呱呱，老婆，谢谢不多，老婆，卡住了，耶！谢谢傲娇老婆，谢谢熊猫老婆，谢谢困熊老婆，谢谢圣诞树老婆，谢谢青石子石老婆的荧光海。谢谢玉米油老婆，谢谢一见老婆，谢谢青石老婆，谢谢楠楠老婆，谢谢 Nebo 老婆，哎呦，谢谢社会老婆，谢不完啊，谢谢发烧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小杨老婆的高级马卡龙，我好疼。谢谢勾大头上长犄角，犄角老婆的夜蝶。谢谢猪脚老婆，什么？这个上一个犄角，下一个猪脚，大家名字还蛮特别。谢谢草不绿老婆，谢谢不知道什么名字老婆的蹦迪，谢谢丑角老婆，谢谢斑马老婆，谢谢 IDEO 老婆的蹦迪。谢谢九一老婆，对，好多老婆，今天卷发有点怪怪的，哎呦我去，谢谢阿扑老婆，谢谢阿扑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草不绿老婆，谢谢毕波波老婆，谢谢暗恋街老婆，谢谢 UUNN 老婆的高级马克龙，谢谢阿。老婆的蹦迪，谢谢一清老婆，谢谢开拓老婆，谢谢小风宝老婆，谢谢非芭比老婆，谢谢三娃上网老婆的蹦迪，OK，老婆好多，对，老婆都太宠我了，谢谢换老婆，哎。
对，谢谢天降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乐视老婆。我一直在说话呀，我不止说一句话，我说好多话。谢谢 Go 老婆，谢谢丢酱老婆。谢谢马斯托老婆，谢谢可乐老婆。你是叫 GoHand 吗？谢谢 GoGo 老婆，谢谢别喷可乐老婆的蹦迪，谢谢小猫爱幻想老婆的蹦迪，谢谢小林老婆的蹦迪，谢谢贪睡小财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困熊老婆，谢谢蓝桥野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入画老婆，谢谢小杨老婆。所以直播间都是老婆，谢谢，我好想老婆。谢谢09老婆的荧光海。结果我这个直播从头到尾没跟大家讲几句话，一直在谢老婆，谢谢发烧老婆，谢谢斜杠老婆的蹦迪。晚饭吃什么？晚饭就是还没有想好，一会儿看看吧。对，谢谢 Coco 老婆的荧光棒。对，我现在不止300个老婆，不，898个老婆，903个老婆。海南鸡饭。谢谢西西老婆，谢谢 STEPYHY1017 老婆的夜蝶，你这名儿啥意思？咋这么长？老婆什么意思呢？谢谢，哎，老婆这个特效有点久。谢谢一天老婆，谢谢漂亮老婆，谢谢帅气冷酷老婆，谢谢金鸡球老婆。学什么菜能有这么多老婆？就是看我那个小红书收藏，谢谢叉歪老婆。对，逐渐熟练了起来。我感觉我今天两边眼睛不太一样大。谢谢可乐老婆。对，逐渐熟练了起来，逐渐习惯。谢谢汪克痕老婆。我真的收藏的只有10个老婆吗？谢谢凑凑老婆。哦，你是，谢谢睫毛老婆的荧光海。你名字同意吗？全团感觉我最美。你的名字首先不答应。谢谢佛系老婆的荧光海。那可不，谢谢小狐狸老婆，谢谢闲着没事儿老婆。孝数，哎呀，我最近又瘦了点，是不是？看着还是凹的，谢谢一晚上狂炫一桶水，老婆的。蹦迪，啊，可以可以，哈哈，OK，真的啊，买的我的小卡，你是直接买的我的吗？谢谢芝士老婆，戳死你，线怎么戳死你？谢谢小杨老婆，瘦好多，对，今天我在那做造型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 staff 走进来说。哇，好瘦！谢谢73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抑郁老婆，谢谢邓肯老婆，谢谢幻影老婆，谢谢丫丫老婆，谢谢叉子老婆的蹦迪，谢谢蓝桥老婆，分我几斤肉？可以分在我该有的地方吗？
脸上其实挺想要有点肉的，谢谢。想吃柚子，老婆的荧光海。现在就给我来一点，谢谢爱喝椰汁的小璇老婆的荧光海，分我脸颊肉，我也觉得需要了，还蛮需要的。谢谢别人的话我不听，老婆的荧光海。线上还有线下真的熟，确实。谢谢小慧老婆，哼，确实，连我自己的巴掌都没有。谢谢爱闹老婆，对，明天就公演了。OK，谢谢，谢谢不理老婆，谢谢说过很爱你老婆的皇冠，谢谢。天呐，每次都说很爱我是吧？说过，不准说过，必须现在再说。感受到了，谢谢轩轩老婆的荧光海。哇！哇！谢谢落叶老婆，谢谢榴莲老婆。看不到，一天内看得到的漂亮老婆，谢谢。哇！谢谢金龙鱼老婆的荧光海。嗨嗨嗨，大家好。谢谢熏熏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 T R E V O R 老婆，谢谢沐风老婆的蹦迪。谢谢火星老婆的蹦迪。播到几点啊？播到待会肚子饿。我才不是小狗的耶，咋回事？谢谢猫猫老婆。没事就要说我是小狗，是不是？谢谢荷包蛋老婆，我也不是狗狗。谢谢小白狗老婆的，谢谢小白狗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漂亮老婆，谢谢邓成老婆，谢谢一晚上狂炫一桶水老婆的高级马卡龙。谢谢早点睡，老婆。我喜欢什么动物素？我不喜欢当动物。谢谢垂杨柳老婆，谢谢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老婆的蹦迪。我酱呢？我酱估计在床尾。宝宝，我宝宝，我宝宝。哎呦，我睡着了。谢谢三熊猫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木易汤老婆的月饼。等一下，前面有没有漏的呀？谢谢米奇，是。只鼠鼠老婆，应该没有漏了吧？谢谢沐风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深海鱼老婆。对，我们俩今天颜色还挺搭，还困了，困死了。他现在真的没事儿就很困，谢谢 S A K E 老婆，谢谢若依老婆的荧光海，绝美睡颜，绝美睡颜屋，晚上好，家人们，刚吃饱饭很撑，
好羡慕我吃了什么？谢谢倾斜剩下老婆的权杖，谢谢谢谢。不过，气泡，对，那不至于。我脸还是比他大的，能吃妈妈做的饭，好幸福。我想吃，谢谢漂亮老婆。想吃我爸爸做的水煮活鱼，我爸爸做的水煮活鱼可好吃了。宝宝，你是真的火了。待会儿他一会儿就要挠自己。谢谢别人的话我不听，老婆。哼，最好是啊，借你们吉言啊。谢谢帅人老婆，谢谢墨香奶茶老婆。哇哦，在外面小馆边吃边放直播，近大远小，因为屋在前面。谢谢呵呵君老婆，对，给他按摩，他要睡觉。他已经开始呼噜噜了。我今天，哇哦，结束句句，就是我今天终于发现，他可能生病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给他买的饮水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断了电，然后上面就是，谢谢深海鱼老婆的蹦迪，然后上面就是。我先吃水果，你想吃什么？可以啊，想吃西瓜之类的，你就是想点西瓜，还是别的吗？还有阳光玫瑰，但是这普通的阳光玫瑰最好吃。确实，还有什么呢？机械漂亮老婆，就是滑滑的，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是因为，也有可能是因为，对，应该是，就是水垢，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走了之后，然后断电了，然后，所以我重新给他买了一个新的饮水机，就是因为本来是活水，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个插头不知道为什么坏了，然后就没有那个了。他很爱喝水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原因。然后医生问我，他说就是我有没有去喝马桶里的水，因为一般那两种就是那种病菌，就是一般是那种喝马桶里的水很容易感染。谢谢小猫咪老婆，连屋都吓醒了。对。但是我说乌从来不去洗手间，因为我洗手间的门每天都是关着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次给他重新买了一个新饮水机，然后多给他洗一洗，多观察一下，应该就没事了。然后等他现在是其他性别，然后对，我觉得应该就是饮水机的问题。然后等他好了之后，给他做第二年的那个疫苗。对，他在我这抢不到马桶，因为我洗手间就常年关着的，不会让他进去，因为就是怕他会喝那个洗手间的水。什么沃尔玛购物袋？小屋子，小屋子是其他性别。亲亲宝贝。亲亲，我的宝贝，是不是今天很阳间的直播时间？我就说了吧，谢谢荷包蛋老婆，很不习惯，
那好吧，那我先关了，我晚上再播。哼哼。声音太温柔，给你听困了。谢谢天降老婆云光海。完了完了，都是他的毛。谢谢，欢迎老婆。购物袋是其他性别。购物袋为什么是其他性别？全是他吗？什么梗啊？不是虎斑长毛啊！原来如此，看呜呜的长毛。那没，可爱长毛。它现在尾巴没有很大，因为现在还是夏天，所以它的尾巴就是有点掉毛，掉的没有那么多了。谢谢小猫咪老婆，呜呜是虎斑长毛，对，冬天会变大。会变很大很大很大。他看起来，他现在很困，因为夏天会掉毛。谢谢小猫咪老婆。夏天会掉毛，然后冬天就会长毛，因为冬天很冷，所以就会要长毛来那个来保暖。谢谢汪科涵老婆。对，他想用尾巴挡住自己。谢谢小猫咪老婆，谢谢百事老婆。你看你一说他就不动了。对，大家天天都在问呜呜什么品种什么性别几岁了。谢谢 EURUS 老婆，谢谢布里老婆。对，很乖的。可以，我下次打在公告上，下次写在这下面。呜呜是其他性别，虎斑长毛，两岁多了。我帮你舔毛。宝宝太火了。宝宝不够火，他真的很乖，他是世界上最乖的小猫咪。谢谢小白狗老婆，他表情像马骝，他确实长得像马骝，有可能觉得太亮了，给你挡一挡。他泪痕其实还好，谢谢空心菜老婆的蹦迪。哎呦，醒了！好，挡住挡住挡住，太亮太亮。他平常会自己拿手挡着，就是如果太亮的话，他就要睡觉的话，他就会拿自己手挡着，他会这样睡觉。谢谢吉泰老婆。对，有猫猫眼罩吗？感觉他还挺需要的。嗯哼，他真的很像人。我之前就是生病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一直陪着我，然后就陪我睡觉，然后他就尾巴都打湿了，想走啊。这样躺这儿，他躺着不舒服了。谢谢，这是读有字吗？
谢谢悠悠老婆。哎呦，他就喜欢被人摸脸脸，喜欢人的，喜欢人的猫猫。啊，好，摸摸摸，继续摸。叫呜呜，他表情很丰富。他脸不大，因为他在前面，所以他脸显得有点大。他其实脸很小的。他现在就已经在打呼呼了，你听。谢谢朴有声老婆的用爱发电。哇，谢谢。嘴都合不上了，谢谢老婆。谢谢谢谢。哇，好久没看见了。谢谢谢谢，眼珠子这老大。呜呜，快卸礼物，快卸。呜，他头不大，他头真的不大。看，他头大吗？还大吗？他就喜欢被挠下巴。呜呜也是巴掌脸。谢谢 CHEUNGHO 老婆，谢谢飞鱼老婆。呜呜是其他性别，巴掌头，好，翻白眼了宝宝。不这么看他眼睛也很大。乌江，谢谢自然醒行尸兔老婆的蹦迪，谢谢自然醒行尸兔老婆的蹦迪。对，所以他是其他性别。我们找个话题聊，你们想聊什么呀？嗨，小闹，大闹，他很忧郁。今天拍摄有什么趣事吗？嗯，就是有，哦，喜欢。今天拍摄就是不是签那个就是绶带嘛，然后姐姐说你甩一下，因为我说那个笔没有水了，她说你甩一下，我一甩，哎，笔芯飞了。嗨，今天给她甩飞了，笔芯甩没了。还有什么？刚刚 OK。闹闹喜欢什么样的？闹闹喜欢实用的，喜欢实用的，喜欢收信。谢谢冉闹老婆。不是，哎呦我去！比如，喜欢实用的。跟美丽废物还挺矛盾的。美丽废物就是布丁狗那些啦，实用的就是我能用上的。对，就是我又喜欢美丽废物又喜欢实用的东西。嗯，没错。谢谢汪可涵老婆。嗯，游戏的话，香水的话，我
喜欢的香水，我买了好大一瓶。香薰一般放在洗手间，因为养猫的人都是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洗手间有三瓶香水，三瓶香薰，谁懂啊？游戏的话不怎么玩了。突然想看动漫，因为我感觉我已经不二次元了，我已经不是一个两次元了，我难过。太久没有看了，忧郁男生，大家都叫他忧郁男生，后面我都没有看了。Life 香水的话，我跟你们说，上次找我朋友代购，然后他就帮我买很多东西嘛，然后找他代购，然后呢，我就说，因为我当时在上公演嘛，他听到声音了，所以他起来了。我当时在上公演，然后就没时间回他，我就跟他说。放门口，放门口，吓我一跳。对，然后他就放在，就是没事，然后他就是，对啊，我边上还有个人，下属啦，谢谢呼梦，好夹，他们说你我呼梦老婆，谢谢，我去。还有一个人夹死夹死你。嗯，就是那次我买东西嘛，就是那次我化妆品丢了，然后就找人帮我代购，就让我朋友帮我代购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价格，我说哦 OK， 就是让他帮我顺便看看那个香水，然后我就说价格差不多的话你就买了吧，你就不用跟我说，直接买了。我说的是那个粉底液，这西瓜好大。结果谁懂，他给我买这么大一瓶那个香水，最大一瓶的，花了我好多钱，我心好痛，我那喷厕所我都喷不完，我真的要哭了。哪个牌子？是那个哭泣的，哭泣的。我说的是那个粉底液，价格要差不多的话，就直接给我买了，不用跟我说。结果谁懂吗？他就所有东西，他觉得价格差不多，他就直接给我买了。OK， 他也没问我大小，直接给我买最大的，蛮好的。啊、用的不是切的，可以自己切。那个哭泣的，哭泣的，哭泣我以为它是切好的，用了边用边哭泣，还挺大一块的。哭泣的，用了很让人哭泣。喜欢什么类型的？谢谢反方向讨老婆林光海，我现在用的香水，一个是就是那个哭泣的栀子花，谢谢呼呼梦老婆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买了那个小瓶的，买了分装好像，买了那个，哎呦，那么兴奋呢，想吃了。谢谢林哥盼桃记老婆。买了那个香奈儿的那个黄色邂逅，我发现这是我找了很久的那个味道，准备下一次就是有机会去海南的时候买一下，感觉这两款就是我的人生香水了，应该是，对，就是我之前那个，哦，那个就是，对，邂逅，黄色邂逅就是我之前找了很久的味道。嗯，呵呵，嗯，谢谢染闹老婆的蹦迪，真的，你在迪士尼啊。
就是我之前那个熊，大家记得吗？就是那个熊，然后我找了很久那个味道，然后当时还让那个送的粉丝去问那个厂家他用的是什么，嗯，然后厂家说薰衣草，谁懂啊？我把所有牌子薰衣草都闻了一遍，根本就不是那个味道。我就是当时因为呵呵，因为当时他代言了那个祖马龙，然后就把祖马龙所有的香水都闻了一遍，发现没有。后来祖马龙上了好几款薰衣草的味道，都不是，祖马龙用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嗯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我现在买了一大瓶，叫什么来着，不是无花果，那个不是海盐，不是蓝风铃，不是小苍兰，也不是鼠尾草，叫什么来着，大家把所有都报一遍，不是英国梨，不是蜂蜜，我还有个手机呢，我应该用我另外一个手机找一找。好，不在，不是虞美人，还有什么？我记得那个字儿还挺难。对，新型报菜名，枣啊，好吃。不是樟树，不是含羞草，不是含羞草，不是蓝风铃，叫什么来着？我突然失忆了。谢谢润了老婆的巧克力，谢谢月初老婆的巧克力。不是橡树，不是蓝风铃，不是西瓜，不是伯爵茶，不是罗勒，不是江百合，谢谢干啥啥不行跳河第一名老婆的荧光海，也不是小苍兰，也不是江百合，也不是美人，叫什么，嗯，不是小豆蔻。上直播课我们在好像是两个字形容一下味道，嗯，不是，好像是两个字儿的，是祖马龙，是的，是的，真的是，不是新品，报菜名，不是神话，嗯，不是柚子，不是麝香，完蛋了，不是黑莓，这是爱德华老婆，不是苦橙。完喽，是祖马龙，一定是百分之百合，嗯，谢谢不垃圾老婆，不是海洋，我找一下哈，好像我这里有，哎呦，我不在这，我不在这，还有香水呢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找，我找一下，大家等我一下啊，我求知欲也。
对不起家人们，不是两个字儿。是忍冬与硬蒿，忍冬硬蒿。忍冬与硬蒿。笑死，我刚翻了半天他那个首页没有，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就是订单，然后发现了。谢谢侄女老婆的巧克力，对吧？不知道这一款吧，你最后猜对了，谢谢橘生老婆。对，忍冬硬蒿，谢谢猪老婆，谢谢 C 老婆。对，很小众，但是还挺好闻的。谢谢发烧老婆，小鼠，谢谢阿楚老婆的蹦迪，谢谢一楚老婆。对，今天都是老婆。你不是想变成猪吗？那不就是猪老婆吗？谢谢阿楚老婆的荧光海。忍冬就是金银花吗？真假的？谢谢木槿老婆，这不是满足你的心愿吗？宠坏，直接给你翻译过来了。谢谢仔仔老婆的蹦迪，谢谢一秋老婆。对，忍冬硬蒿，大家记得哦。谢谢小白狗老婆，谢谢能不能行老婆，谢谢芒狗老婆的荧光海。对，你有我的长线小卡。硬蒿，硬是硬子的硬，蒿是那个硬松还是蒿啊？蒿还是松啊？没认真看，我记得是蒿。硬蒿，对，硬要蒿。谢谢星夜夜老婆的蹦迪。对，但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香奈儿的那个黄邂逅。对，黄邂逅，因为我找了它很久很久，这个味道。谢谢三生石老婆。什么？谢谢徐思阳老婆。对，我买了那个，我是买了那个小样的。嗯，一样的瓶子啊？有不一样的瓶子吗？我记得是一样的。哦，还有那个哭泣的那个栀子花也很好闻。谢谢芒狗老婆的蹦迪，谢谢不动猫老婆的荧光海。对，那个栀子花也挺好闻的。谢谢阿杰老婆的蹦迪，哭泣，开始哭泣。主要是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叫哭泣了，因为买多了会哭泣。谢谢七九老婆的荧光海，真的会哭泣。谁懂？年度努力奖确实什么有奖杯，拿出我的哭泣喷一喷。对，真的会哭泣，谁懂？就是谁懂？当我知道我朋友帮我代购的时候是最大瓶的那一刻的时候，我就崩溃了。谢谢 C A R S O N 老婆。对的，我声音很可爱。对不，我也觉得超可爱的。那一刻谁不想哭，就问谁不想哭。真的，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可能用不完，看来真的是要拿去握手会给大家喷一喷。可以可以，行行行，
本体睡衣，其实我是睡衣精，是不是？睡精，谢谢小猪老婆，先谢谢了，别客气。啥时候来啊？大家都笑死，然后大家出去进来各有各的味儿，出去一个味儿。草莓牛奶可以喝啊，谢谢垃圾老婆的巧克力。月底的好搞笑，哎呦，下辈子一定，让我下辈子拿来，不是，谢谢 B A D S O U L O N E 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产业化老婆，谢谢十七老婆，真的没机票了，哎呦，大家看呜呜。好乖好乖，你乖乖宝宝，谢谢乐乐老婆。8+1是什么东西啊？谢谢别人的话我不听老婆的蹦迪。嗯，哦，不，一般不喝。谢谢侦查员的蹦迪，侦查员老婆的蹦迪上给我吓的呀。对，8+1过敏了，但是也有时候跟他们一起也会，但是很少，就是谢谢杰的老婆的蹦迪，对，但是一般不会，没那个必要。因为又不是什么好喝的东西，谢谢蓝闹老婆的玫瑰花，谢谢铃木老婆，谢谢做做老婆的荧光海。对，还是奶茶好喝，咖啡也没有太大必要，就一般不喝，而且我喝咖啡都要加全糖，还要加奶。对，对，是的。会长小疹子。好喝的奶茶品牌，什么都喝。其实，谢谢爱闹老婆。一般就是每个牌子有不同的好喝的东西，所以没有特别固定。就比如说按心情来，今天想喝这个，明天想喝那个，而且大家口味也不太一样，所以还需要你自己去试一试。咖啡本身我就觉得不好喝，加全糖只是为了让它不难喝而已。谢谢十七老婆，确实，下次店员跟握手不是一样吗？感觉差不多。我想喝的时候它就好喝，我不想喝的时候它就不好喝。谢谢贝果老婆。咖啡，对，咖啡好苦，我喝不了苦，我这个人奶茶都要全糖，苦的实在是不太行，吃不了苦。真的吗？店员感觉会更久吧，因为没有盘来拆啊。凉瓜是什么东西啊？凉瓜，对，是的是的，凉，哦，不吃苦瓜，不吃苦瓜的。对的，我吃全糖，喝全糖，全糖也不至于半杯糖吧，就是稍微会多一点，但是不是那么的多。国庆的话，我现在还没有，就是老师还没有确定下来说我几号能请假这样。然后妹妹还担心我请不了。对，我应该4号走吧。
因为五号他结婚的话，那就五号参加完之后六号回来，应该是这样。四五六，对，是后面那个狗。谢谢小可老婆。不是，主要是那个，谢谢田馥甄老婆。对，因为那个应该会在没有工作的时候。谢谢 New Life 老婆。对，一屏幕的，哼，一屏幕的布丁狗。谢谢鸭润润老婆，谢谢少爷老婆。就是应该十月份找一段时间吧，就是现在还在思考，就是现在还在弄东西，点歌。暂时唱歌难听，建议别点。为了你的耳朵着想。对，现在唱的不好听，而且我谢谢发烧老婆。播到啥时候？播到饿了。不，两个人，我跟我妹妹。握手会给我唱，你要给我唱歌吗？状态好的时候唱歌还行，状态不好的时候就谢谢彩蛋老婆的荧光海。状态不好的时候唱歌就不太行。对呀，还能是谁的呀？谢谢木青老婆。真的假的？一直喝甜的不会饿，还有这种道理？下次一定。查询翻牌状态，昨天，谢谢静佳一老婆。真的，河粉姐姐的婚礼。谢谢小 L 老婆，谢谢阿蛋老婆的蹦迪。大家现在名字都是很奇妙的。哎呦，宝宝真会躺啊，宝宝。看，真会躺，还要自己找好姿势。谢谢小爱的老婆。第二天怎么凝固？就是他说他要去参加一个河粉姐姐的婚礼，但他结婚的对象是女的。啊，谢谢香袜子老婆的荧光海。那我们也去参加，祝福。是那个，是在台湾是吗？祝福。哦，这是祈祷。哦，不对，这才祈祷。怎么祝福？哦，办婚礼没领证。哦，那还怪好的。议定监护人。哦，很懂吗？这就是咱们就是说，对啊，确实
那还是有的。谢谢少爷老婆，谢谢三七老婆的夜底。对，大数据还是了解一些的，还是了解了一些的，挺好的。哎呦，宝宝，哎呦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。线上参加过三个侄女姐姐的婚礼，真挺好。我其实很久，就是我从小到大参加的婚礼不多。谢谢叮叮当老婆的荧光海，猕猴桃，猕猴桃，猕猴桃，宝宝。猕猴桃老，猕猴桃老头，猕猴桃，谢谢蓝尾莲老婆，吃早啊，胖宝宝，胖宝宝，他不带圈圈也呆呆的。还以为旁边有只猫，旁边也是只猫在偷吃东西。你说啥？没事，说你像只猫在那吃东西。你是吃东西跟乌一模一样。我看乌的也是。哦，旁边是狗狗，它是狗狗，小壮狗，小壮狗。没礼貌！哎呦，笑死了！没礼貌，没礼貌。快没电了。小壮狗。年纪轻轻，猫狗双全。你还在笑，他还在笑。你在看呜呜，他在看我。你想吃啊？不能吃哦，宝宝。小庄主，他生日了，对。小庄牛，小庄猪，小庄狗，小庄猫。吃水果吃饱了。吃饱了，居然。我想吃咸的。想吃啥？吃泡面吧，泡面好吃。你吃不？吃吧，吃泡面。我找一下看有没有那个泡面，大骨面。那是我觉得不辣也好吃的面，但不知道有没有，希望还有吧。你要一柜子的泡面。对，我一柜子泡面。两箱面。谢谢蓝尾炎老婆。挠一挠，宝宝。本命口味很多哎，谢谢蓝尾炎老婆。我吃奶油火鸡面。果然，大家就是一个直播间，就我值一次播要回答好几次。乌是什么品种啊？乌几岁啦？乌男的女的呀？我每次直播都要回答，你为什么叫壮壮？你为什么叫壮壮？谢谢一天老婆。对，他是新粉，他叫呜呜，他是奶油火鸡面，不是很辣，他是其他性别，他是虎斑长毛，2岁多啦，谢谢黑龙大风本本老婆的夜蝶，大家的名字都好特别。大家的名字都是我没见过的神奇名字。谢谢反方向桃老婆的荧光海，大家好会起名字哦，
你是兴奋，都是兴奋，好多兴奋。谢谢斜杠老婆的高级马克龙，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，这么多兴奋呢、啊？有啊，好多人在问我为啥叫闹闹。谢谢桑尼桑尼老婆的阳光海鲜。半信不就 ，OK。哦，相思，哦，原来你叫相思汤啊。哦，真的耶，哇哦，所以你是推他们俩的吗？你走了，好好开车啊、哦。你是骨粉？啥叫骨粉啊？我的骨头粉啊。你是真心粉，感受到了，是真心粉。为什么叫闹闹？因为其实吧，我叫卢不闹，因为不闹就是静，因为我不太喜欢静这个字儿。而且我从小比较闹，谢谢。就是因为你妈妈给你取名叫卢静，所以说你话才那么多吗？就是，谢谢，润老婆的玫瑰花，谢谢犬厨老婆的奶茶。哎，我去，可以送你一个 kiss， 谢谢，哎，谢谢，还能不能行，老婆？新粉问我为啥叫卢静，谢谢天降老婆的荧光海。因为就是我爸爸去的，笑啥？因为我爸爸，我是艺人，我是 ENFP， 我爸爸起的，我差点要叫庐山了，还差点叫卢静义。因为庐山是因为我哥哥，我大哥叫卢毅，哎呀，实名他了。我二哥叫卢两什么？亲哥哥？不是。就是堂哥，我爷爷的亲孙子，然后我就是卢三，差点儿，然后我哥就非说谢谢润老婆，我哥就非要说，就是他就非要谢谢爱闹老婆，他就卢静义，然后他就非要说我是那个义字辈的。他就想给我起，他就非要让我谢谢萌萌老婆，他就非要让我那个跟着他的辈儿，跟着他的辈分走。没有，堂哥，对，字典里面选出来，选的好看的是吧？笑鼠，别笑了行吗？然后就差一点点我就叫庐山了，谢谢小陈老婆。因为当时好像当时是写我爷爷写信还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比较慢，当时电话还没那么，好像是打电话还是什么，反正就很慢，然后就没到，然后我爸就赶紧给我报上去了。哼，我爸一下就给我抱出去了，不然我就要庐山了。哦，缺什么？我好像很多木。家人们，有人缺木的吗？有人需要有木才会有姻缘的吗？快来犯我！你缺，正大。谢谢虫虫老婆，他不自闭，他睡觉啊，人家搁这睡觉呢。
虽然我不知道这些，就是不太了解，但是我就有听说过。现在13了，不？说到这个，我朋友，我之前不是说我朋友是道士吗？然后还给我算命，他说啥来着？他说你，他问我喜欢女的吗？我说啥？这也能算？然后他说不是，他说我容易被男的绿，所以我说女的就不会，他说对。他是正经的，人家是正经道士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就是对，就是对，是真道士，真道士。谢谢悠悠悠老婆的眼睛，这能说吗？这个没关系吧，这只是别人算的而已。对，我也没说什么，是吧？谢谢十万老婆，很搞笑。然后他算了我今年就是忧虑会比去年的多。对对，确实。谢谢，不要闹，老婆。确实，确实，真的，你开外放，不是，就咱们就是，他只是一个建议，只是一个建议而已。我估计只是，不，他很真诚的在说，他不是也啊，越讲越奇怪了。谢谢相思汤老婆。对，咱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么事儿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对，哎，我上次还想说谢谢火星老婆的荧光海，我上次还想说我要找个塔罗牌来学一学，然后给我的粉丝算塔罗。算塔罗会那个什么吗？因为我记得好像是，如果是那种算命的话，好像会折寿还是啥的，就不好。哦，哦，答案之书我好像也有。哦，谢谢小郑。殿下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花花乖乖老婆。哦，要收挂金。塔罗答案之书，我好像有答案之书，我去找一找。哎呦，宝宝，宝宝睡得好乖哦。虽然折寿也没有关系，不是？呸呸呸！我知道了。咱们就是随便拿一本书，然后谢谢猪猪老婆的荧光海，然后随便拿一本书，然后第几页第几页怎么样？我感觉这个更神奇一点。哎，对吧？聪明的嘞，我去找一本书，等一下我先把它放下。来，你抱着呜呜。祝祝姐姐棒，随便找本书啊，哪个书字儿多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是这个吗？
开始笑了。来吧，我们先进行第一个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慢点啊。谢谢 AMP 老婆丁光海，你要算什么 AMP 老婆，问一个问题，慢慢来，大家别送太快了，咱们慢慢来。你要第几页第几行，小一点，十以内，也不是十以内。我看一下这个书有多少，等一下大家别急好吗，我看一下这个书有多少，那个有多少页，215页。16页第七行，你要问什么问题？就荧光海蹦迪都可以，慢一点好吗？大家不要太急着送好吗？咱们刚开业。来，你想问什么问题？快，家人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16页第七行，要问一个什么问题？对，我觉得这个答案肯定很离谱。能，闹闹能不能一直身体健康、开心、快乐？问我干嘛？16页第七行是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无论你自己的身材条件如何，都要建立自己的性感自信观。性不性感是真的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的。我知道了，我要保持性感就能健康快乐开心。走了。知道我要走性感风格了，接下来就是家人们，哎算了，这会被关直播。什么书？对，刚刚是不是还有人送了一个？我这个书就是气质修养与社交礼仪，优雅女人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我自己买的，我当时想着我要走一个优雅的风格，我就买了一本，我自己买的。三熊猫，哎，熊猫呢？你是说了啥？完了，大家笑太大声了，笑太久了，看不到你说啥了。算没算的都沉默了。还挺准的吧？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你和另一个朋友能不能和好？你要第几页？第几页的第几行的第几个字儿？能不能和好？哎，算了，一句话吧。能算出来的啥？就是算一个，就是天意13页13行，13行，你搁这进货呢？13页13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你也是人，也有人之常情的反应。当你和别人多多交流，就会发现其实别人也有类似的感受，只不过大家都不愿意承认罢了。意思呢，就是你要换位思考，你就会跟你的朋友和好，知道吧？我好像个神棍在这儿。谢谢相思汤老婆，谢谢小杨老婆，相思汤老婆，好书。谢谢斜杠老婆的荧光海。真的吗？
准的准的，有点道理。他这个都是教，你要问，你要说，你要算什么呢？刚刚那位相仓算啥？第几页第几行？十一页五行，要什么？你要算什么东西？不准算主播啊！不准算主播。还挺准的，对，你问的太清楚了，别问主播行吗？对哦，我手机要没电，我手机要没电了，咋办呢？我手机，哎，我充电宝，哎，充电宝在哪呢？充电宝呢？充电宝，你没见我充电宝？你头上那有吗？充电宝呢？记得我见过，不好意思啊，家人们。这本书确实蛮无助的，什么时候能找到像闹这样的女朋友？十一页五行是吧 ？OK。一二三四五，现在你需要沉下心来直面自己曾经不敢或不愿面对的话题，性感。知道吧，只要你够性感，你就能现在就能找到女朋友，知道吧，你现在性感一把子，你就能找到女朋友。知道吧，像闹这样的人都喜欢性感女人，嗯，懂我意思了吧。很准吧，我天，我没见过这么准的，太准了哦。混响，有混响吗？可能是我放在这儿。刚刚还有谁啊？还有谁啊？对，这个优雅女人就是这样的。小杨，小杨来，小杨有什么问题？哦，大家都记得，好棒。刚刚顺序是小杨先，是不是？二十五页第一行，你要测什么问题？完了，我手机是不是要关机了？我手机好像没有多少电了。什么时候能见到呢？二十五页第一行。二十五页第一行是这样的：做一个敢素面的女子。知道吧，脸都别洗，你就能见到我了。谢谢，好想吃椰汁糕，老婆的英国。谢谢，不要闹，老婆。下一个是谁来着？好离谱。对，脸都不行就来斜杠。十一页十一行，闹和怀瑾发生故事吗？十一页十一行，十一行，我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假如你身材矮小又怎么样呢？多在高跟鞋上花点本钱，或者找一个比你更矮小的同伴吧。意思是怀瑾要是比我矮的话，我们马上就能有故事，知道吧，他不能比我高啊，他也不高啊，那他是我朋友了，我们早就认识了。其实离谱，超准的，他一五六，他这么矮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？真嘟假嘟 ？Oh my god！ 好书，神书，天书吧，这就是真嘟假嘟。这样吧，这样我就可以多垫一公分。对，咱们这样就能。谢谢，睡一晚要十万老婆的荧光海。
157，我下次看看。哦，他垫增高鞋垫，我也垫。还有谁？下一个是谁来着？就是就是，我们到时候在157的那个157的那个高度相见。啊，不是，我们在170，我们在2.1米的高度相见。我与他在2米的高度上，在顶峰相见。还没充上，我是，哎，我充电宝呢？哦，在那上面，那个就是紫色那个，就在你后面，就那个。这左边，嗯，对对对，谢谢。啥意思？弹簧鞋。嗯，这个角度看也挺好看。哎，哦，冲上，冲上了。你要干嘛？哦。安全了，对，不会突然离开了。继续，刚刚是谁了？轮到谁了？上一些。啊，10万老婆，快出来问问题了，还是叶志高老婆？我记不住顺序。辛苦大家帮我记一下。11页第五行。哎呀，你刚刚已经问过11页第五行了，这个会不准的，你要换一个。刚有人问过11页第五行，你只会得到那个性感的答案，知道吧？对，只会得到性感答案。12页第三行，哦，谁生日啊？什么时候当你老公是吗？123，他从未确立过任何事情，但又和任何事情息息相关。意思就是不确定。谢谢 AAA 思维老婆的蹦迪，谢谢17老婆的荧光海。对，谢谢睡觉虫虫老婆的荧光海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好书啊，神书，妙啊！谢谢小内宝老婆的荧光海，10万，宝宝帮你算一下，你第4页第四行，你朋友的前妻什么时候能追到你朋友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问题？第4页第四行。第4页第四行，作者名儿布雷默。是真的。意思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布雷默呢，布雷默说了一句话，魅力是一种内在美，而不是妩媚的面貌和动人的体态，你的内在潜质比美貌更出众。对，意思就是什么时候能追到呢？就是你要改变你的内在，他喜欢的是你的内在，需要你改变一点，
要靠内在，对，要注重一下自己的内在美。对，用心感化它。下一个，下一个是谁？哦，你想让他被追到？哦，他不想，你想让他被追到，那你就让追他的人改变一下自己的内在美，很有内涵吧？是这样的，这就是天意、天书，大家懂不？谢谢零九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小顺子老婆的荧光海，什么好朋友？这就去私信他前妻了，这么谢谢卖报子老婆的荧光海。上一个呢，轮到谁了？谢谢蚂蚁老婆的荧光海。谢谢剁椒鱼老婆的子弟。我现在手机在充电，所以大家只能用这个视角看我了。宝宝的书不是答案之书，宝宝的书是很哲学的，气质修养与社交礼仪，优雅女人，优雅女人的气质修养语。就是对，大家都要学习一下做优雅女人。我再去拿一本吧，就是一本书感觉不够，我再拿一本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还没拆呢，这书。哇，这两本更不得了，家人们。对，谢谢大海的日出老婆的蹦迪，不得了。谢谢椰之高老婆的荧光海。现在我们分左中右，你可以挑要哪边的。谢谢小兰老婆的荧光海。好，你可以挑一下要左边的书、右边的书还是中间的书。对，很内涵。对，到谁了？文化人，趁现在咱们就是一起把这个书看一遍啊，看一遍。谢谢自然醒老婆的荧光海。哦，你是自己抱一下。AAA 快出来 AAA 要左中右，到你问问题了。对，到你测了左中右第几页第几行，什么问题？谢谢十万老婆的荧光海。对，咱们就是那个服务就是要到位嘛，咱们就是主打一个就是要进步，时代在进步。什么时候可以发财？左边第30页第8行。不好意思啊，就是还没开呢，还没开封呢。这有点难开呀。开不开？谢谢你，你这个就替我的这个书开封了啊！呜，借个爪子，有点难开啊，这个开不开啊？哦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牛啊！第多少页来着？多少页来着？你什么时候发财是吧？30页，第几行？30页第8行。一会儿再告诉你这是什么书。1234567八。
此时即使再美好的辞令也会显得很平常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就是什么时候发财啊，就是他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跟你说了很多华丽吉利的贺词，对，不是在此时，就是什么时候发财呢？此时即使再美好的辞令也会显得很平常，对，此时。哎呦哎呦我哎呦不行，吓我一跳。此时知道吧，自己悟一下，不能看重金钱。就当你发财的时候，大家向你贺词，就会你就会不再那么看重大家对你的看法了，对，不在意别人的夸赞什么的，对，就你现在不要太在意发不发财这件事儿，做人就是不要那么庸俗，知道吧？就该发财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在意了。当你已经是一个有钱人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太在意什么时候发财这件事儿，知道吧？好，下一位。天哪，会不会有王警来抓我？顺着网线来抓我了。那个叫什么？防网络诈骗。09要问什么？什么时候遇到下一个？中间那本的30页18行。哦，刚刚那本书是这个《超级聊天学》。中间这本30页18行，什么时候遇到下一个？30页18行，30页没有十八行啊！我重新给你数，就是我数一遍再往下，12345678910111213141415161718。节日好，新年好，给人以祝贺之感。早晨说您早，早上好，则比您好更得体，意思是要做一个得体的人，你就会遇到，就你未来的那一位哈，就很喜欢有礼貌的人，对，喜欢有礼貌的，要有礼貌。有礼貌知道不？就是过节的时候要礼貌，对，没错，你就会遇到，就说不定，哎，他第一个什么？30页吗？对，节日好，新年好，新年的时候容易遇到，知道吧？这一本书叫做《情商高，说话就是让人舒服》。对，我挺舒服的，我就是想要更高一点情商。谢谢全然动力老婆，这都是我自己买的。舒服吧，舒不舒服，一听这个就让人舒服，高价买入。现在与大家一起分享，懂不？谢谢麦里头生老婆。下一位，小顺子。你初中最爱看这种书。舒服吧，谢谢小鱼白白老婆的荧光海。
说高情商说话，知道不？好像那个是哪个？不许这样，没礼貌。这名儿好像呜呜。啥？小孙子呢？小孙子，小孙子，啊、哦，你在？小孙子，左中右，第几页第几行？啥问题？在打字儿是吗？好可爱，你还飘过来，小顺子。小顺子头像有点戴着那个麦当劳帽子是吗？哦，啥来着？中小顺子你要问啥？我视力5.0，但可能坐得太远了。能问啥？你想问啥都行。对，不能问主播。对，想问啥都想问自己的。老婆直播，老婆是谁？答案之书我好像有。怎么又是发财？怎么大家都问什么时候发财？什么时候发财？你要左中右，第几页第几行？确实很重要。确实蛮重要的，但我觉得这个问不出来什么东西。其实谢谢小狗老婆。第十页第十行，左中右啊，左边中间还是右边？哪一本书？中间第十页第十行。什么时候发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或许无关紧要。但在复杂、敏感、讲究的成人世界里，如果仍然满口不断的我，就会给人突出自我、标榜自我的坏印象，人际关系也会因此受到影响，知道吧？不要老问自己的问题啊，不是，不要老问我什么时候发财这种问题。现在别再下雨了，老婆。说了少问这种问题，你会难过的。谢谢犬厨老婆的蹦迪。别问主播，主播不能问主播。对，情感类的适合。对，情感类大家尽量问情感类。卖报纸，谢谢斜杠老婆的蹦迪。到哪啦？不记得了。算一下。不记得啦。谢谢世界第一有趣老婆的荧光海。对，声音太好了，刚才被漏啦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不会被漏的。哦，你是刚刚送了礼物被漏了吗？诶，小捏。哦，17，17。行，咱们现在
先收，把这一轮全部算完行吗？行，自己报名，报完一二三，没关系，都会算到的，谁想先谁先。问一下，聪聪前辈跟我会不会有故事？左中右，薛薛，太好了，好贴心。中间，第八眼第二行。有人习惯用指导性语言去教导、指正别人。知道吧，指导我，指导我们俩认识是吧？还有什么，他们不管自己懂不懂，也不管自己做得好不好，就习惯指导别人该怎么做。我们的认识呢要靠缘分，对，不能强制爱。对，要靠我们自己，对对对，不能强制爱。到谁了？我看一下，刚刚是说到谁了？十七睡觉虫虫小捏，十七十七。哇，大家记得好清楚。又十二十四，和朋友吵架要先低头吗？十二十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。为金钱，为情，甚至为美貌。累的结果却是累出了很多坏情绪。现代女性总是为很多东西所累。你们是因为什么吵架？为金钱、为情，还是为了美貌？是因为哪个？因为这些，咱们就是吵架是不值得的。互相吃醋啊，那就是为情。现代女性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互相吃醋，吃醋他对别人更好吗？对，说的就是你们现在现代女性都因为这些，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因为大家都会这样。因为这些事情而烦恼。先别送了，先别送了，算不完了。你悟了，悟了就好。左十四十八。是轮到你了是吗？什么时候会遇到爱情？十四十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。常言道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在人际交往中，第一印象极为重要。不管是与朋友第一次见面，还是第一次求职，或是第一次相亲，都应尽量给别人留下良好印象。
从而为自己争取到更多优势，为以后更深入的人际交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，知道吧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意思就是第一印象很重要，就是你时刻要保持好的形象，这样的话别人就是对你第一印象很重要啊。对，别说，还真别说，对，是的，一见钟情，这样才会让别人对你一见钟情。还有谁啊？还有谁？这算完，算完差不多了，该去吃饭了。虫虫，虫虫，白月光会不会左五页第二行？白月光会不会回头找你？左第二行，第五页，第五页第二行是吗？第五页第二行是吗？还有12个，咱就是说把这些算完先。第五页第二行，听好啊，这老头肯定是在骗我，一定要回去教训他一下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自言自语道。哎，虽然但是，别报警是吗？就是你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，就是一个比较相当成熟的一个。像是一种成熟男人的这种形象，他就可能不太喜欢这种长者。对对对，嗯，是的，他可能不太喜欢。对，懂吗？稍微就是展现一下你幼稚的一面。略微成熟了一点，稍微过于成熟了一点。虫虫，虫虫拉黑了我。虫虫退出直播间，再也不愿意进来。别这样，谢谢小猫咪了不。一会儿这直播间就没了，我告诉你们。他不仅要出去。哦，对对对 ，INFJ， 你是不是 INFJ？ 虫虫，是不是 INFJ？ INFP 差不多差不多 ，IN 开头的嘛。谢谢满山猴子老婆，对，差不多，你这就差了一个，差了个屁嘛。说不定你现在去测一下，说不定你就是已经 INFJ 了。对，你去查一查，你现在测一下，你信不信？下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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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报纸。咱们就是要抱着一种
相信，要抱着相信那种虔诚的心态来算。对，知道吧？要虔诚，不能开玩笑。快点算，一会儿大师被抓走了，没人给你算了。快点，卖报纸，蚂蚁，凶雨大海，快卖报纸，报纸，去卖报纸了，快出来，别卖报纸了，来算病了，报纸啊，算算你还能还会不会继续卖报纸。报纸，报纸别走啊！行，下一个，先下一个。报纸一会来，报纸待会出现了就报纸来，咱们先下一个。蚂蚁，蚂蚁，蚂蚁要问啥？左26页2行，这辈子能脱单吗？这话问的，26页2行。你要知道，当你夸一个人真棒、真漂亮时，他内心深处就会立刻产生一种心理期待，想听听下文以求证实。对，我棒在哪里，漂亮在哪里，此时如果你没有具体化的表述，你就会让对方非常失望，所以你就应该证明给他看，知道吧？你就是想要这辈子想要脱单的话，你就得就是你就不能夸人只夸的那么表面，就是你要夸的具体。对，你得夸，学会怎么那个，要夸的那个一点，那个叫什么词儿形容呢，就是要夸的真诚一点，知道吗？要夸的具体一点，对吧？要真的去夸，没错。不能随便夸夸，不能就是啊，你真棒，棒在哪呢？不知道，你就是棒。好牛啊！他回忆的时候，连弹幕都是倒流的。哇哦！他本来弹幕是这么走的，然后他开始回忆了，弹幕开始倒着走。哇哦！好厉害！悟了吧？好，下一位。向大师学习。OK， 咱们问完这些大师就要去用膳了，没错。来，剁椒鱼，剁椒鱼儿，剁椒鱼儿。屁股的话就是稍微晚点。大师，本大师辟谷的时间就是不是很长，就是因为大师容易饿。这么多啊，还来修鱼，修鱼中，什么中间31、12，过几天看公演说你们31、12。31、12，总共2行字儿，给你整12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情商告诉你该说什么，幽默让你说得更漂亮。保持幽默，做一个幽默的人。
这样就会很顺，知道吧？悟了吗？当一个幽默的人，对，就是让你解放天性，懂吗？对，是顺利的，要幽默才会顺利。你不幽默，不油麦的话，就是会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坎儿，就是可能你的推注意不到你啊什么的。但是你一旦幽默，油麦了起来，就是遇到任何事情，你都要用幽默的态度去对待它。比如说 staff 不让你进，就在那边撒娇啊，让人家进嘛，然后他就会让你进去了。就比如说这样就会顺利，就是幽默帮助你顺利，知道吗？对。就是一个幽默的人，真的，我们上热搜了！天哪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，我们上热搜了！我们那个外物，来不了一点儿，要自己悟，自己悟，懂吧？这是另外的价钱。还有谁？快！这个截录播自己再看一下。大海，对，壮在那看看剧呢。尊都，那个外物是尊都。虽然还不知道要去，然后日出，虽然不知道要去干嘛，但是是尊都。尊都要去，小日出，你要问什么呀？没票了，那完了，那里面那个里面是不是没有人会喊扣啊？还没开始排练什么的。我知道，请我去算命的是吧？又十一页五行，说了不能问这啊，好吧，行吧，十一页五行，第五行哈，一二三四五，如果你有女人味十足的小蛮腰，那就不妨用腰带把它束好了。细带的鞋子在一双纤细的脚腕上会显得更美。对，你推是侄女吗？对，这说明就是你推是侄女，因为她年纪还小，所以她有小蛮腰，知道吧？就是。对，女人味十足的小蛮腰。对，如果是姑姑的话，就可能是成熟一点的，就是成熟女人的小蛮腰了。由此得出，对，由此得出你推是侄女，因为是小蛮腰。侄女嘛，侄女跟姑姑。很会算吧，自己悟哈。下一个，很深奥。
椰汁糕，椰汁糕。烤炸品，椰汁糕。来了吗？谢谢安格斯老婆的蹦迪，快，不然大师要被抓走了。我上面发了，是不是很早之前？有一点。谢谢玉米糊糊老婆的荧光海。我咋没翻到呢？左边的十七页七，大家只会问这种问题，是不是？十七页七会失望的。十七页七，下辈子能当一二三，对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沟通愿望，传递给对方。给其以足够的关注，还应主动的去发现对方感兴趣的东西，并把它作为进一步交流的切入点，这即是所谓的投其所好，懂了吧？下辈子投其所好，下辈子看看我喜欢啥，悟了吧？投其所好，下辈子我知道，下辈子你当偶像，我当粉丝儿。你喊我老婆，你搁这卸礼物，知道不？小羊，小羊。中间一行，这辈子你们咋问的都一个问题？一第一页十五，第一页没有字儿啊，要不换一个？第三页石固吗？还是第三页还是十五行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你刚刚那个是什么？什么问题来着？是啥问题来着？我看看。哎呦我去！怎么这辈子怎么样才能找到？请来一大波明星好友助阵，知道不？意思是你要请来一大波明星好友，首先呢你要认识其他的明星好友，这样你就会认识更多优质的人，这样你就能找到像我这样的。然后就是在婚礼的时候找来一大堆的明星好友助阵，知道吧？对啊，对，进团吧。收拾收拾报名吧，这不是刚好，这不刚刚开启吗？趁现在进来，我还在呢。对，正好在报名。你现在报名，然后正好进来，然后申请我去教你跳狗眼。OK， 你下一个是谁？你觉得可以？OK。中十一页六行，
怎么样才能遇到我一样声音好听的？十一月六号，一二三四五六。有位心理学家专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，他让同一个人分别扮演专制型、放任型与民主型三种不同角色的领导者，而后调查其他人对这三类领导者的观感。怎么样找到专家？声音好听，去找一个声优，他可以给你各种各样的，对，各种各样的，找一个专家，让同一个人扮演，对，找一个声优老师，专家，然后他就可以给你模仿各种各样的声音，他就会模仿我的声音，悟了吧？啊，对对对，专家 ，OK， 十万，什么？行，这轮问完，咱们就不问了。打字太慢了，家人们，打字快点儿。手速不行啊，没有伴随到偶像是吧？我打字可快了，告诉你们。实话说，有点饿了，你们饿不？对，专家收摊了。OK， 今天翻牌吗？好像还剩下50多条翻牌。是泡面吧，应该。好的好的，我下次直播前在口袋先说一声。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收到那个直播开始的通知？其实我说的太早了，但是我刚开之前没说，很早的时候。你朋友前期什么时候死刑？中间44，也第40。你前朋友前期，就你朋友不想和好是吧？第四行，你等一下，前期什么？从普通工人到了今天这样的汪涵。我们不得不给他点个赞，意思是让你朋友去当工人。对，因为你朋友现在是太优秀了，所以他不是死刑，意思是要，没有说工人不优秀的意思，意思是可能你朋友前妻不太喜欢当工人，而是喜欢像幽默的他，所以让他不要幽默就可以让他死心。对，要你朋友钻家，悟了吧？你朋友口是心非，那就让你朋友继续保持现在的幽默。别笑行吗？还有谁？快！冲！大家故事太多了。小作文，两个飘屏，飘，没看到哎，没看到你的飘屏。
6000多个人，看我搁这儿解读。谢谢周周老婆，谢谢闹闹老婆。在上面，嗯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怎么没有看到飘过去？你朋友什么时候能左15页11行？从什么时候15页11行？什么时候能摆脱他的舔狗？11行是吧？1234567，看12345678910。什么来着？15页11行。什么时候能摆脱舔狗什么是吧？4个字送给你，放松心情，真的是4个字，放松心情。谢谢扶我起来吧老婆，放松心情，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，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起伏。对，不要，就是因为当舔狗嘛，就是因为太爱了，还不够放松。放松就是放下的意思，放松心情，让自己出去旅个游啥的，不要再把心思重点放在一个人身上，懂吧？懂吧？悟了吧？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，左21行，21页第3行，摆脱啥来着？第3行。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这个画质不太好了？前面轮到谁了？哦，谢谢宝宝们还帮我记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假的？我们的业务已经暂停了，就是刚刚那些算完。别再下雨了，别再下雨了，宝宝。哼哼。是的，大师饿了，大师要填饱肚子，饿饿的，空空的，空空如也。大师肚子饿，脑袋就空空的。大师下次想想别的。夏雨老师前面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咋也不见了，闹掰了。能算算啥时候能和好吗？左中右第几行第几页？笑死家人们，现在比我还专业了。中间14第4，什么时候能和好是吗？第4，然后他指着那个挑衅的那个男孩对他说，至于你，你的球技很棒，真的很高超，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像你一样，但是就是做不到。什么时候能和好？放低身段，要谦虚，谦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们朋友也踢球啊？做不到。靠，没有靠。夸对方
就是自己要谦虚一点，夸对方。对，大师不是很那么肤浅的，大师还是有一点儿。还有几个，一二三，快！犬，犬犬，犬犬在哪？犬犬，中间四十一，什么时候能忘记？四十一，哇，目录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好啊，这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，知道吧？见人说人话，这个就很明了了，这个不需要大师解读了，对吧？多，多见别人。多爬山，懂吧？懂我意思吧？多见人，多爬山。什么能放下？就是你多见人，你就能遇到下一个，遇到下一个，你就能把上一个忘了。对，爬山，然后就是放松心情，养生。爬山，或者告诉他你爬山了。对，爬山了。谢谢战神老婆的一叠。悟了吧，这还能不悟？我肚子已经开始叫了，小鼠家人们，下一位家人，耶，来，中间五十五页第十一行，你两个推什么时候能亲嘴儿？五十五页第一行，是怒气难平，很不耐烦的说：“董卿，你唱一个吧。”听了这话，董卿立刻非常幽默的回答道。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你推不能亲嘴的，不行的。知道吧，不行的。主持人是说的比唱的好听，如果今天我唱了，明天各大报纸就会说董卿说不好，只能现场卖唱了。对。台下观众露出了会心的笑容，意思是你的两个推要专注事业，不能就是不能亲嘴儿，你的两个推可能不太合适，不行的。我这本书真是，对，你两个腿可能可以跟别人亲嘴儿。谢谢冬日老婆。我这书是不是有点年纪了？对，大师要被抓走了，会不会念到一些不该念的名字？
可能我就是没打开新闻。谢谢 Ice 老婆，谢谢智奶老婆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世界上有很多很多，对，主播要吃饭了。世界第一有趣，有趣，有趣，在哪呢？有趣，听到我肚子叫没？听到没？听到没？谢谢，我没错，老婆，有趣儿。谢谢可爱老婆，再叫一个。这是说叫就能叫的吗？你们肚子叫是说叫就能叫的吗？不会撒娇，不会撒娇，主播不会撒娇，主播是大师主播，说不定有趣的卖报纸，他俩一起，他卖报纸去有趣的卖报纸了。谢谢吴没错老婆，对，但是要下班了。谢谢新门老婆，四分了啊，收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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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收摊了，说不定他俩就是单纯想给主播，想给大师送点香火。我要播到15分再关。你们吃了吗？真是在这胡说八道半天。不不不，大家心诚则灵，遇到好的咱们就要往好的地方想，心诚则灵哈。大师去学一学塔罗。悟了。咋的，起床了？醒了。上厕所。对。行，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加价。谢谢马斯托老婆，谢谢吴没错老婆。OK， 还有3分钟，俺就关机播了。壮壮没睡，壮壮就在那看。谢谢日落老婆，壮壮在那看那个呢，看剧呢。居然都9点多了，谢谢。溜门老婆，谢谢说过很爱你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小杨老婆的夜蝶，哼，谢谢谢谢谢谢学医会变得不逊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不错老婆的奶抽，谢谢小困熊老婆，哎呀。卸到哪儿了？等一下，谢谢17老婆，谢谢斜杠老婆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老猫老婆，谢谢燃闹老婆，谢谢骆驼老婆的荧光海，谢谢什么名字老婆？不辛苦不辛苦，家人，家人们都悟了吗？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吗？大师没事儿念个 rap， 我删去了。行，从今天开始学习 rap。对，现在开始学习 rap。我的 rap 就是念粉丝礼物感谢，感谢这6600多人搁这儿听我这儿搁这儿就是。搁着就是搁着搁着呢，悟了，悟了就好。人生还长，
需要很多很多东西，还需要继续悟一下。对，香水名 rap， 下次还有，下次咱想想别的好吗？还有一分钟，应该很快就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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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好算好吗？6628了，66，谢谢少爷老婆，6666没，不动了，谢谢小猪老婆，啊，15分了，还没有6666呢。谢谢世界第一有趣老婆的荧光海，有趣，你来了，有趣，有趣，下次你来了，终于，你干嘛去了？你跟卖报纸的走了？我先去吃饭了，有趣，666666，拜拜，正好是，哎呀，正好没接到 ，OK， 拜拜。